好，大家哈，咱放轻松吼，无要紧。咱上课吼，我知影大家已经真久毋捌去做过学生吼，啊，知影做学生拢是老师伫面顶讲，啊，下底听听有听无拢无要紧，吼，啊拢变作是一工过一工。迄是咱中国式的教育，但是伫我的看法内底，我真爱讲，咱大家吼会当冷静去思考咱拄则所讲的问题。你若想，买第二点爱有勇气，他去跳出来。这个勇气爱非常非常的真侪困难，有的人感觉唔敢，但是伫我感谢大家讲。当我一直咧做一件代志，做到落尾想要甲放弃的同时，我就知影讲，咱的台湾有侪侪人伫后壁咧甲咱斗相共咧扶持。所以过来，咱要看到这个苏醒吼，我感觉苏醒唔是干那讲啊，精神起来就好。有个人起来看到安尼，伊怎讲啊，佫继续做眠梦，伊唔敢精神起来。因为精神起来所面对拢总是生活种种真侪问题，这拢是咱的问题哦。过来石油起价，过来啥物起价，种种安尼，逐项一直来的时阵，咱无去发觉讲，啥咱来安尼，咱拢无去想讲奇怪，迄石油哪有人咧，逐礼拜调的？这全世界干阿咱遮，啊那石油逐礼拜调，你若是咧做生意的人，你唔知变阿高算你的成本。本来讲讲啊，这么少偌济，明仔载雄雄甲你起真济，啊，你会哪了钱呢？这敢是一个国家，所以我发现到落尾，才知影讲，伫台湾这个土地原来就是战区啦。咱拢爱知道，咱这还阁是战区，所以伊石油才会使安尼一礼拜调一遍，因为紧急的用途，伊会使调整伊的迄个市面的诶这个物价，物价会使随意的调整，迄就是战区的关系。但是咱今仔日。苏醒起来，第一爱做的工课，就是爱知影讲，咱爱讲咱是台湾人，而且这毋是感情上讲，我就是台湾人，爱真勇敢去讲出讲，我毋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中华民国甲我无关系。一个人讲，听做无啥物效应，但是一百个、一千个，安尼一直讲出来。我相信咱这个社会绝对会改变。今仔日咱来上这个课，目的唔是要予咱大家讲啊，你一只得到什么利益？是咱上课了，咱爱共同来经营台湾上好的利益，予大家拢会当分享到，敢是安尼？对，谢谢。因为你看到中国式的做官，伊拼几十年，考试考掉。做到官了后，开始伊学习第一项，就开始算什么货，爱将我较早了去，拢爱甲一步一步一直学倒转来。迄是因啊，但是咱台湾无同款，台湾爱重新一个新的环境爱出来。看到国外第个爱讲的，就是以色列。我敲出这些国家内底对武器佫爬起来，敢那即个尔？以色列，以色列伊伫西元前五百年前，大约五百年前就武器啊。但是佮1947年佫复国，是安怎因会当复国？我一直探讨追找伊的原因，一直佮敲出落去，才知影讲，哇，实在是无简单。因的信仰帮助因，因互因看到讲。咱今仔日虽然种类去用灭掉，但是伊犹原伫心中有一个信仰，一个讲中心的思想，讲咱一定爱恢复咱的国家。所以每一届因常常去用欺负的时阵，因就开始，咱那只人欺负咱拢安怎？台湾人我看真侪呐，互安尼欺负了吼，啊欺负了。拢也袂反抗，啊！就是讲啊，管伊啊，无法度啦，这是咱的个性。啊，毋过咱台湾自早毋是安尼呢，自早是自古早是拢改变，但是佮渐渐是安那种变作讲啊，卖差别。中国规个是伊的性地就是安尼，伊讲啊，管他，迄反正卖改变就好啊。啊，毋过台湾无共，台湾伊自安尼开始，咱爱觉醒，先爱看咱的
为个咱是台湾人，伫台湾曾经这个血统是真优秀，但是我今仔只毋是要讲咱台湾的血统，按古咱拢互一个血统来比较过了后，因拢讲因则是汉人。你知影？咱来打破这个观念。台湾人的定义是你疼惜这个土地，你的人徛伫遮，遮就是你的厝，你的定位就爱定位伫遮，毋是用着血统，血统是狗仔咧用的啦，吼、哦，人无血统的关系。即全世界，若讲到血统是打破这个观念，因为血统是精神啊咧用的，精神啊，若血统愈好，伊的计数愈侪。但是咱若讲咱人，人到计数，我看。啥物？若死去无咧喘气遐吼，迄无人要爱啊！迄你若讲，敢你捌看过人若死去啊，甲家家做肥料，反正无人敢买。吼、哦，你讲这真正正肥料，吼、哦，这有机的，你甲广告出去，啊你想人敢甲你买无？你讲我这真正用人死去摕来加做肥料，这真正有机有效，无人敢甲你买。但是是安怎动物的，你就敢买？因为人的生命无同，人的生命无伫血统内底，人生命是超越这个灵魂，伊有灵的精神。所以一些的人，伊看到伊的国家一个无去，一直无去，一直无去，了因一直烦恼。因一代一代甲你讲，咱虽然红台无要紧，一些的人拢甲伊的囝儿安那教导，拢讲咱一些的人那一个去红台死。十个人会爬起来，十个人若果被抬死，一百会爬起来，一百若果被抬死，就全部拢爬起来。因坚持这种信念，每一届被欺负了，因就是去迄个靠墙吼哭墙。我大概去看了这个所在，拢真感慨，就是讲外围去的人，尤其是东方人，台湾冇人去，中国冇人去。你知影，伊讲，大家拢遐讲，哦，遐就是因较早咧祈祷，咧祈求的所在，所以因去到迄个所在，就开始一直求讨。但是，因以色列人讲，阮无咧求啥物物件，无咧求个人诶，无咧求个人，拢总求讲，阮要一个国家，已经求2500年大约吼，求2500年，终于有人发现啊。因的国父叫做赫哲，一开始敲锤着以色列人，若要国家靠得转来，就是这个尊严一定要先转来。一开始知影讲，我开家己的钱，请以色列人做啥物物件，叫因穿西装穿好，开始请因食饭，食迄种有规矩，毋是表演哦，是对内心真正讲，咱的尊严就是爱顾，不管你是好也善。拢总要有尊严，所以伊开始对尊严教育落去了后，伊每一个人拢有真艰辛的抉择。我要为我国家来做啥物？所以因大家人安尼开始做了后，因伫一个饭店开始，大概开会，大概开会。结果，终于以色列民伫1947年争取到复国。当因复国迄年，因有讲到一句话。因讲，阮伫只祈求，就是迄个哭墙。你知影迄断去、迄倒去吼，倒去的线甲倒位位置无？断去的线段是人啊拍的吼，甲人的目睭的宽度只。啊，是安奈伫迄个宽度，因为因若去用欺负，伊就伫遐哭，伫遐祈祷，所以迄目屎吼干伫迄个墙怎干一沿，啊风吹来怎倒去？你想遐偌济人的目屎？但是，咱去拢甲求讲啊，我身体健康，有个人开始毛讲番牙关啊，等伫遐，迄拢无稀奇。我每一下看到关啊，若等伫遐，迄等几百支伫遐，就是安怎讲啊？伊若摆脚啊去啊祈祷了，啊，就等诶，讲迄伊个脚好去啊。但是我相信，这毋是重要。咱要学习，毋是讲遐口号，是看到因诶精神，所以因开始。看到这个时阵，因就知影讲要建国，所以因用真卑微的物件来加做因的国旗。你知影国旗为何产生出来？伊的国旗是对着因开花，
逐摆开会，一直开会内底，一直争取探讨，用迄块桌布。伊讲，咱出世是卑微，但是咱今仔日甲争做即个国家的国旗。所以当伊甲迄个桌布甲掀开的时阵，好顶的水。伊讲，咱来用一块做桌布，做咱的国旗。啊，迄块就是那桌布。实在看得真感动吼，尤其因个国歌内底有写着一句，伊讲虽然咱常常流目屎咧夜静止，啊，毋过咱咧收歌的时阵一定欢喜，这是因个神应允，因有这种信念。所以咱看到今仔日咱台湾民政府嘛爱共同创造这个利益，大家一定爱分享，绝对唔通。像人咧讲诶，一直拢自私啦吼。我看到阮隔壁阿婆咧拜拜吼，我一届嘛咧去甲讲笑安尼尔吼，哦去互骂呢。伊就吼求因兜考试爱考第一，啊生理啊做好，大汉后生新妇囝，大家拢好啊，拢大家拢真招运啊。结果我讲啊恁啊佫有啥物货？结果佫写一张纸，去搭伫啥物所在？搭伫街条遐写六畜兴旺安尼个搭咧。连精神也着退求，惊死人！啊，我讲阿婆，啊你吼，敢袂当替阮代求一下？用无啦无啦，迄随人去拜啦，安尼，无愿意替别人。吼，我讲恁兜位头甲尾位头甲脚，大家拢遐好康，是安那那无爱？吼，我嘛替阮求一下，伊讲无啦，迄恁家己去。这就是咱看到这种教育内底，大家每一届若经过这种。吼、哦，那拜拜的过程，我唔是讲拜拜无好，是爱去学习冷静去思考，古早人敢是安尼？绝对唔是，因是求着心灵的一个寄托，一个心灵得到快乐。但是这个快乐是要帮助大家，唔是要帮助你个人。所以这一些的伊的建国了后，我看到因的国家的人民，大家因的心拢向着因的国家。咱台湾嘛，毋是无可能。渐渐，咱看到咱的台湾嘛，一步一步安尼起来。咱爱学习台湾内底所欠缺嘛，是尊严，一直拢去用糟蹋。咱毋知有同感无？你若伫一个砖头内底，你若有钱人，乌白讲拢对，凊彩乌白讲啊，拢对哦。迄乌白讲哦，拢袂毋对嘞。啊，像那你若听伊个，啊，伊就有钱。敢有钱人就是讲话就对，无得卡哦。你敢知影？我较早嘛听着，阮常常迄有钱人咧讲话吼，伊拢讲安怎讲？伊讲吼，迄古井较早就是因家来藏的。我讲啊，你去打牙，讲为保卫共扛来藏的。我想哪有可能？迄是变哪家来藏？我嘛想足久的，原来是伊，反正就讲意思，迄卡因的就对啊。啊，所以一开始争取，敢若顾伫迄卡，我只爱讲啊，迄、那個、水敢袂使逐家用。啊，毋过渐渐佮偌久，无两个月，自来水迄卡都无人要用啊。吼、哦，所以你佮想讲，伊争取的物件，敢有甚物利益？啊，大家佫真爱比较。啊，比较实在讲的，毋是讲咱挑工要佮伊比，逐项就通啊比哦。你毋知讲哦，逐项甚物拢会比你呢？但是。上届好笑是讲，伊大概比拢比输完，啊，毋是讲我比赢伊哦。迄一届，阮兜欠足久，欠足久，阮爸爸妈妈安尼标花啊，欠几啊年吼，啊，才买一台乌白电视机，啊，买倒来，啊，伊嘛来甲阮比啊，就甲我讲，迄无啥啦，我吼、哦、要来买彩色个啊，啊，结果真正去买彩色个彩色电视哦，阮个黑白伊个彩色个，啊，规钟头拢去因兜看彩色，结果看两工。怎啊变乌白？我讲奇怪，啊，佫叫人来修理，修理两礼拜拢袂好哦。哦，迄卖电视的人安尼定定修理，逐工着看来，你佫来修理，也讲嘿啊，啊无换一台新的来投咧嘛乌白。结果吼、哦，迄边个修理家己好去，是安那那会怎变乌白？你知影无？着、就是蒋介石死吼，迄、哦、个月电视拢乌白。我着讲奇怪，你当嘛听我比啊，连这你也要比？吼、哦，这着是台湾的个性。无必输人就足艰苦诶，但是咱若甲争做，祝福别人敢无好？我相信，当你若祝福别人，一定你诶心会搁较好。伫美国内底，因诶社会就是拢安尼产生全世界美国的国家，
咱来向伊学习。因注重人权，因注重人的尊严。伊看到你那咧扫迄烟筒诶，你那个勤师，迄几条街恁兜拢无人要甲你扫。所以这就是因知影讲，今仔日毋是咧重视环保人权，迄就是假咯。所以咱常常看到做餐人，常常我那拢爱讲讲，人也问我讲，你咧做啥物工课？会记你较早，那甲伊讲我咧做啥工课，我拢甲讲我做餐诶，伊就大家惊啊要死。吼，啊就问讲啊恁兜餐是做偌济，无共做诶，啊就愈走了愈紧。迄那咧做亲情，我体验真济届啊。啊，我逐届拢甲讲啊，你毋知咧食啥头路，讲咧做餐啊，咧做正餐啊，啊伊看讲你敢有闲咧做，啊我讲有啊。我真够精啊！吼、哦、啊！大家若听到做餐人，拢是认为讲迄是假定。啊，若讲到做餐人，佫餐佫毋是恁家己个。啊，若讲佫做餐讲即阮个时阵吼，伊、哦、开始佫毋是咧甲你讲哦，你着安怎做呢？伊佫甲你变做啥？变做讲哦，你即吼爱来起厝啊，卖用卖几啊亿。啊，大拢安尼甲你建议，咱那袂讲一个鼓励，互咱个囡仔若咧做餐呢，好好去甲做。爱改教育讲，你做餐的是好顶的伟大，啊无咱大家拢来，拢来做主机帮来发展科技，啊你巴肚唔知道要食啥物物件，大家食手机啊，卡电话就会饱，敢会当安尼？吼、哦，所以我看到迄个做餐的，我嘛去砖头看到因咧做餐的，我甲伊讲讲，你爱好我做，因为你做餐的工课是好顶的伟大，若无你做餐，大家夭夭死。发现着讲。在咱台湾真少讲鼓励，大概就是个轻视，轻视一句，伊就变作要甲你对敌，啊，就过来看你无去，啊，就大家哦放弃。所以伫遮，我嘛看到真济项，伫咱台湾，常常你看到遐咧互审判的人，我嘛捌伫儿童感化院吼，看到遐咧上班过。每一届，因迄带来的人拢甲囡仔当作讲，啊，恁这都是犯法，就是怪啊，这感化囡仔就是安尼，哪像互伊当作是安尼，甲精神啊共款。咱袂使安尼，我爸爸甲迄个法官讲过，你伫台顶共判一个罪，你真简单。但是，我捌一个囡仔甲我讲一句话，当我伫遐咧甲因讲着讲人安怎安怎吼时阵，伊甲我讲一句，互我心内。想去做一个代志，就是讲，伊甲我讲，老师，我唔相信你若出世伫阮家的家庭，你会比恁祖妈较好。吼、哦，甲我讲安尼呢，因为伊入面吼，我会记得迄个囡仔第一届上课，伊就甲我教呢，教三字经，教甲足自然呢。啊，我甲纠正安尼尔，伊甲我讲，我甲你教是看你有气，吼、哦。啊、我感觉真奇怪，是安怎伊只囡仔来会变安尼？啊，咱变那个改变，嘛是自迄个伊甲讲迄句话，我才离开这个头路。我感觉讲，敢逐天来遮，敢那陪伴因顾精神啊顾好，我感觉这看着足可怜的。因为伫台湾最侪拢总是足侪破空，当咱若歹去想讲法官咧甲判决进行，咱哪会使甲防止掉？是咪今仔日减少一个来遮修行，伊个人生感到安尼着怎来乌有去？应该毋是吧？所以当我甲伊问讲，恁啥人若无爱甲恁个爸爸妈妈做伙，啊是安怎甲伊问着遮个问题？你知影全规班个囡仔拢开始去想着啥？哦，人阮爸爸吼，迄上好是拢安怎啦？逐工着甲我管啊，所以我着袂欢喜啊，我着安怎啊？着开始。愈行愈远，咱做家长的，有当时咱要会了解咱的苦衷，实在讲的嘛辛苦，做囡仔嘛辛苦，做大人嘛辛苦，迄是虾米原因？因为咱用无同款的价值观，要甲放到伊的身躯，伊就变质啦。因为伊本来有真侪理想，拢总是正确，就是因为人家轻视，伊讲伊真该当义大。但是一段语答当中，人拢甲讲迄唔正经啦。啊，我嘛咧想讲，对，段语答甲牛排好恁，是安怎一个就是哦，会使表演。啊，段语答讲这唔正经啦。啊，平平拢总是乐器哦。
啊，我嘛想起我高中的时候嘛是安尼呢，边边有一个球，拍桌球，讲哦这是好学生，拍篮球会使比赛，这么好学生，啊来弄球嘞，这唔正经啊！啊，特别我弄球足厉害，啊，我就真正唔正经啊！但是我想讲边边拢是球，是安怎来分安呢？因为人的轻视，特殊在囡仔开始伊甲你反抗。开始讲，你若甲我放杀，我嘛真正放杀你。所以北捷案，咱看到迄个囡仔，敢是伊造成？实在唔是啦吼，实在是伊侪环境造成伊今仔日安尼状况。所以伫伊个人权教育、人权概念内底，拢去想到啥物？想到讲啊，我真惊人甲我轻视。后面咱来执政，咱爱甲讲轻视嘛，照常爱判刑。我即嘛爱算有罪，因为永别想讲，这个轻视是造成偌大对立，社会成本爱开偌济，拢无想到。敢若想讲你讲轻视，啊你比别人较好，啊同好比言比，啊那拢无人咧比清洁比赛。吼、哦，我看足济人咧比赛，啊是咱摕到奖状遐个人，迄大概我为国小读册读到遮济年吼，拢毋捌领过奖状。这就是老师看我足无气的款，这嘛是我心内真大，但是我感觉讲袂歹啦，这是真做我的骄傲吼，我将来莫领到中华民国的奖状，因为我嘛伫要毕业迄年，伫大学要毕业迄年，我甲我的同学讲，哎，我读册吼，我幼稚园安尼读啊遮久吼，一张奖状都无啦，啊哪有人讲迄领到爱心奖？我看迄个囡仔，我看阮的同学吼，迄。看到教育较踢一个，哎，那有爱心，哎，就咧领爱心奖，啊，结果哦，伊讲伊啥物全勤，这是有影啦吼，啊，那其他啥物奖，县长奖、市长奖，迄哪像拢唔知安那敬诶，迄是敬成绩，还是敬背景，还是敬缘投，敬啥物款？我讲伊嘛爱做一个评比，啊，我逐项我就是，吼、哦，可能是无背景安尼输伊尔，其他应该拢差不多吧。但是，我甲阮同学讲了，我讲。啊无吼，拢无领过，啊得要毕业啊，因为毕业了可能就无去读册啊。加领一个，阮同学家己做诶，像报纸遐大张，叫做不随地大小便奖。哦，我领到迄届实在是感觉讲，哦，即个同学嘛真好笑吼、哦，一生加领到迄届不随地大小便，啊甲报纸变大张，啊有影嘛大张，啊嘛颁奖啊咧，但是无礼品啦吼。哦实在是讲到遮讲，当你讲鼓励时阵，你会发觉到这个态度的转变。当我甲迄个囡仔讲啊，无安尼好啊，咱规班的囡仔今仔日下昼拢卖上课，咱讲讲要哪做爸母，安哪做，你甲写出来。你知影迄囡仔足古锥的，第一就讲老师做富人的父母吼，袂使问伤济好啦，甲写第一点，袂使问伤济。啊，佫啥？啊，钱爱予人有够，吼、哦！第二点、第三点、第四，拢总写下来百几条呢。哦，迄囡仔愈讲愈济，佫讲等下，我佫想一下。啊，想到落尾，咱敢知影讲，当你敢问讲，好，遮拢是以上，你感觉遮是优良的父母对无？伊讲对。当安尼时阵，我敢问讲，啊，后边你若做爸母，恁遮做会到？两个囡仔就开始哭，伊讲。因拢捌想过，咱台湾有侪拢总将来你毋捌去思考过物件，就是人权、这个尊重、尊严，为学生就甲你轻视，轻视甲做兵，一直拢互轻视。是安那做兵内底，伊个根本毋是咧锻炼身体教育，伊是咧甲你糟蹋你个尊严。敢若将军个囝上嚣摆安尼尔，其他拢凊彩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无公平吧？今仔日咱若是看到真理的物件，看到一些的因是安怎将尊严一直甲建立倒来，台湾也嘛爱受伤。咱的尊严就是一直去予国民党安尼，还是一挂流氓政权甲咱讲，因保卫国家，劳苦功高，哦，咱就讲啊，咱先生输伊。故真济物件，伊嘛甲咱讲，哦，伊就是农民。农民，我伫读高中，我就捌问过阮的教官讲：“教官，
咱明仔再使做农民，我甲做农民足好诶。伊甲问讲，恁敢防护性党部诶？我讲毋是，安尼无可能。我讲啊是安那，你哪会使？伊讲伊拍过警卫，哦啊战争过什么什么啥，哦足工作侪，但是农民伊是会使你享受足侪物件。是安怎？地边徛伫即块土地有两种福利诶待遇，无共款。咱就是看到讲，咱若有一日执政，爱学习外国，有一个金恩博士，吼、哦，咱看迄个相片，你就知影讲，金恩博士，马丁路德金恩，这个物件我真爱去讲出来，就是爱讲到伊诶心灵诶迄种健全。伊是一个黑人历史，伊当红，大概红欺负，因大概拢讲啊，黑人拢总袂使哩坐公车，袂使坐哩椅啊，拢爱互白人坐。因就开始做一个动作，叫所有黑人拢总卖一个车，啊卖一个车，公司就了一下。你看伊想想，这个金恩博士，哈、哦，金恩博士，伊大概拢替黑人咧拍官司，你敢知？伫美国嘛，经过一段奋斗。造今仔日的人权，台湾受伤，咱比较幸福。咱只要觉醒，咱就有当享受这种人权的对待。因是经过抗争，咱今仔唔免啦。看到美国因的抗争，因的人权是用着什么款的精神？因历史黑人历史，伊为着做做来替黑人拍官司。因每一届咧拍官司的时阵，你知道美国伫早期的法院内底，你看伊黑人那咧方判，不管你是原告、被告，拢总爱哭咧，无就爱跪咧，吼、哦，爱跪咧，安尼来看这个物件。好，咱说咱来看这个金恩，吼、哦，来那个，我记吼，这个跪咧，啊，所以你甲看伊今仔日。好，这个像，这个像内底是伫两年前，咱台湾民政府嘛，哦，顶年尔吼，去伫美国华盛顿 D.C. 我大概我是去看着讲，原来这个人是安那迄个摆迄个姿势，啊，过来大家拢咪伫后壁，迄个老师吼，幼稚园老师拢带囡仔一阵，啊，就咪伫迄个石头后壁去，啊，讲到底迄后壁感觉水。结果我甲对去后边看的时阵，才知讲，因老师咧甲教啥物？教后边有一个碑文，写着讲，这个金恩马丁路德，伊是人权律师。伊讲，伊先啊做啥物摆这个形出来？伊就是看到美国真济黑人哪里向判决伫法院的进程，拢爱哭咧。伊讲，我袂瘾哭咧，我要徛起来。啊，所以伊怎甲徛呢？啊，徛安尼了后，开始伊甲遐法官白人安尼辩论。你知影讲，当伊辩论开始为只黑人拍官司甲落尾，伊迄文献吼碑文后壁怎写着讲？哦，确实无简单。因美国用着人权怎建立一个制度，讲后边黑人白人拢总是人，袂使你有轻视，所以因废除了黑人后界去甲法院慢慢去咧。徛呢，只要那咪犯人，犯人嘛袂使当作安尼，所以因开始这个改变。啊，这个石头意义我感觉非常的好。伊讲这个石头你那个塞到等于是一粒石头，这粒石头是定国国。咱台湾今仔日嘛是看到这个情形，台湾今仔日要阁是要袂走出这个人，是迄粒石头要袂塞出来。但是咱若看到石头，咱拢会想讲：哎呀，这粒石头遐顶高发大，敢有法度安尼走出来？这个石头，那像咱台湾即马目前要行咱的民政府的路，亲像真侪困难。但是伊甲塞出来了后，伊就是咧讲，因的人权是对困难中安尼走出来，是真侪真侪困难，真侪真侪无拄好的物件，吼，真侪威胁，真侪。感染啊，怎个走出来？这个意义就是安尼。迄边予咱表明，就讲咱后边实在讲爱知影这个意义，就是因
的灵魂已经精彩。所以在以色列里面，他们常常教他们的孩子就是不能灵魂的那种丧失，他们常常教他们提醒你们人可以每项都没关系，就是不能对下去，那个灵魂的尊严不能说你说就没去。所以你看美国很多事情发生过，他们都用到人权来看法。简单说，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白捷案的时候，我们的媒体怎么报，报出来都总是什么仇恨，拢总是仇恨，拢总是讲啊，你这个人啊，迄什么话啊？那啊，佫咪敢那因爸母方面尔呢？讲连因阿公阿妈拢爱，迄件拢抬伫涂骹，拢总爱叫出来，敢袂使安呢？伊就讲哦，这因吼祖先安怎，拢爱出来道歉，规家伙拢爱出来道歉，啊，讲骂个安尼吼，啊，佫讲骂讲迄精神什么话安尼？你知影这哪伫美国，你人骂安尼，这是何等的罪呢？这叫做侮辱。一个人的做的代志是伊所做，甲伊的厝内无关系。但是咱拢甲侃侃做一个，吼、哦，那一个发生什么事故啊，规家伙拢爱对咧，哭哭说，敢袂使安尼？无人安尼吧？伫美国嘛，曾经有一个少年人，伊用着枪去入去校园，安尼甲开枪落去，弹死36个，弹死36个了，伊怎阁家己？但是家己，我知这个小，这个情景，大家看到真震惊，我知影。但是当因咧追追书的时阵，因阿师姐都去插一支大针。请问你知因插几支无？因插37支，因插37支的大针。啊，你会真奇怪，讲啊，就死36个，那插37支，包括港台加害者拢总。坑嘞，拢坑伫迄个内底。伊讲，这个伤害虽然是造成咱真大个伤害，真侪亲人个死失，但是咱今仔日若无采取原谅，咱会安怎？这个死失会愈大，咱个伤痛，咱心内迄个痛会愈严重。所以，伊毋忘大家将这个代志个下面，和这个。死去的人会当得到安息，咱伫遮的人嘛会当知影讲，下面了后，咱的心才会当开阔。啊，毋过看着咱台湾，我相信伊甲即摆有咧骂，我知影。讲到这个代志，当然你去甲苦劝的时阵，伊会甲你讲，哎，毋是着恁兜啦，我嘛知。问题当因咧对视的时阵，你想因拢啥物款，啥物款态度？伊的爸母到底要去啊，歹去？我看到因迄正杰父母安尼出来要甲伊道歉的时阵，啊去有迄媒体甲微微，佫有人真侪甲牵石头，安尼甲拍甲骂。你想，迄若咱的爸母，你心敢袂疼？但是，咱若是台湾，要真做好，应该是予这个伤痛吼，这个疼，予伊真做得到下面。我相信全世界会足欣赏咱的台湾，咱应该爱去敲锤着真正的路，来去对着台湾所发生的物件，唔是教育囡仔讲开始甲人竞争，开始讲轻视，这拢袂使哩。咱是就是安尼开始一步一步教育起来。你会当，你会想讲，咱敢安尼教教？有，你若看到安亲班，你若甲囡仔送去安亲班，你就知影讲，咱的教育就是伫遮唔对起啊。因为安亲班若考试考歹，你就会安怎换经？啊，一经若佫考了歹，佫换经，啊，一直换，一直换。所以你知迄老师嘛用着手段，用着甚物手段？啊，无要紧，考试吼，对学校偷地考试单啊来考，互大家考。啊，但是你知影考安尼100分要创啥？咱来教育囡仔讲，当你读册真牛的时阵，你当你。真够学习，你逐项拢真优秀，你爱考虑着，你要替咱的社会做着啥物？啊，伊怎讲？我真够来讲，吼、哦，我是要帮助咱这個社会会讲如何，这才是做官员的一种气势。但是新闻每一届，若甲你用一个新闻互你看，
高雄气爆这件代志，我相信这嘛造成真济艰苦，但是政府所做的总是虾米？拢总伫遐，迄只也唔对，迄只也唔对，迄只也唔对，那无一个大人出来讲，好，这个唔对，我完全承担，我一定甲你处理较好势。那只要我的百姓，你拢放心，会无人讲这句话吧？马英九来的时阵嘛，讲着啥？啊，迄恁地方的代志，恁家己去处理。伊无想讲高雄的人敢毋是你的百姓？当然毋是啦，吼。啊，毋过即种总统是选你要创啥？根本就无效啊！你只做一个官员，就是要照顾着讲这个百姓，若发生啥物恶担当的代志，你也替处理。但是咱的新闻拢开始做着啥物，咱也开始去改变。每一届我若看到警察伫遐咧表扬讲，哦，我从看到做善事，吼、哦，我开始做善事，讲哦，一个警察啊，看到囡仔咧偷摕，啊，就来摕500块，捐500块，啊，就可以安尼上媒体啊，伫遐翕相。家己最近嘛是有一个警察讲，哦，伊拢摕一寡无人认的迄个尸体，啊，就来抬，啊，伊出钱，啊嘛上媒体。我讲毋是警察毋对。是啥物人唔对，政府唔对啊！迄、那个首长佫敢站出来伫遐甲伊翕相，我讲即种善事的工课是你爱做的咧，是政府爱去做，唔是百姓爱去做。所以侪侪代志发生过了后，咱爱重新去思考。咱唔是要看到讲啊，这边哪处理高雄这件代志边哪处理，唔是安尼，是爱怎讲？咱爱开始重建进程，咱人的心灵是爱重新爱重建，咱嘛爱重建。所以，咱今仔日高级班上这课来讲，咱有知影讲，咱有一个期待。当我加入民政府的同时，我嘛想讲，有一日，若讲做到咱的吼接政权的干部官员。唔是底下要讲哦，阿爸阿母我已经出云啦，讲迄拢无效。我心内一个期待，就是咱若执政，会当予软弱的人勇讲，我已经勇敢强壮；予善车的人会当对因的嘴讲出来，我已经富啊；予台湾无善车人，这才是咱爱执行的目标。请咱大家加油，好。谢谢。